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做伤天害理的事啊，你要每个都去管吗？我们明明知道，却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管，只会让我睡不着觉。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做伤天害理的事啊，你要每个都去管吗？我们明明知道，却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管，只会让我睡不着觉。你们想要拯救世界，但你们连家人都保护不了，你们怎么拯救世界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